会。都是包装的。好，介绍我们的主审邓华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华蜜。Hello。好，再介绍我们的佳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佳佳。五位啦啦队。欢迎左浪、彩彩、丁丁、海长、欢欢。好，来介绍我们今天三位。韩大哲，欢迎。林建杰、彰化一中守备位置投手，2009年参与彰化县大佛杯荣获亚军。郭耀龙麦寮高中守备位置左外野，参与2009年全国软式棒球联赛赢得冠军。杨秀慧公告女王，话题性满点，以敢说敢讲的劲爆风格走红各大综艺节目。马上进行第一局对战，碰碰金手套。进行我们的第一局，碰碰金手套。好，碰碰金手套，现在介绍我们投手大来宾，请欢迎。王嘉诚，前台北县城棒队投手，最快球速138公里，擅长球路滑球、曲球、直插球。好帅哦！王嘉诚真的帅，也是我们的救援王，对呀、啊。最后说帅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杨秀慧。这查甫总福利，你莫较早叫我来嘞，我半暝半，我嘛稍稍来，唔免钱我就来啊。对啊，有需要捡球的无？我前来以后不要捡球的。我老想哎，养棍球再使来。哎，养棍球。对啊，养棍球。是我帮你啊，你啊。唔是啦，你用坑你啊你。我用坑啊。没嘞。没吼。那这个什么叫做张毅呢？艺术学院的美术班。美术。音乐班。音乐班。哦，普通班还有体育班。你是哪一班？运动班。体育班。那你现在守备位置是投手。投手 ，OK。那郭耀荣外野手。外野手。你是闽南还是高黑暗哈？闽南人讲讲的，你看到笑话。哇，有力拍谁？你要不要紧啊，笑你呢？没关系。没关系啊。哦，你要振作一点哦。你安尼来，你拢无感觉疫情上哦，过年你会记得嘛？升一拜对不？哎，过年我是头一拜尝试，我这拜我是伫咧厝，我有经过练鬼。练鬼吼。对啊，我今天是来血池的。血池，你安会记得输给苏尚丽？五个拉拉队当中里面。对，上跨水衣的呀。哦，还记得。跨水棍啊。跨水棍啊。君君。你今天你爱皮皮穿哦，你卡背爱跳仔，你千万唔通倒头仔哦。你做嘛？今天穿好势，要用你三年头念做伙用头壳。你惊未？好，会惊你哦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了。嗯，好，